什么呢？说这是背后半个脸的。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冲击等于战斗级考验。你比一等一点过去的好。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一片杂交二号，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哎，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什么虫子？好吓人的！看着。嘿，你往哪看呢？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你才是虫子呢！哎，你是来接人的吧？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干什么？呀呀，干什么？你这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你让我下去，为什么就下去？我是来接高峰的。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差多少啊？啊，就差这一根。一根？哎呀妈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弄人呢？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高峰比你强百套啊，科技兴农呱呱叫啊。我看你有点儿不会夸呀，呱呱叫的那是蛤蟆呀。高峰到哪儿哪儿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合里也能把钱捞。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嘟嘟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那志向比那情商高啊，那你不害怕呀？平平塌塌小土包啊，那你不害怕呀？他模样英俊像明星啊，那你不害怕呀？大耳朵大嘴小眼睛啊，那你不害怕呀？我看你这人真讨厌。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哪来一呼？别嗨了！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来一呼？嗨！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哎，要是没有呢？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当什么？当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当说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像啥？你说话要算数。当然算数了。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他要考考我。哎，
考点啥？考点点能源小常识啊。你会考吗？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你在那烤地瓜呢你啊？你往烤啥呢？我来问你来答，什么地上种什么瓜？这个问题难不住我，水面能种大西瓜，又甜又黏又起沙，又甜又起沙呀，嘚儿嗨嗨，嘚儿嗨嗨，甜掉你的牙。我来问你来猜，什么花呀水里栽？这个问题难不住我，羊羔牛犊水里栽，都是那个双胞胎，都是双胞胎呀，嘚儿嗨嗨，嘚儿嗨嗨，把你嘴饿歪。我来问你来说，什么下蛋什么抱窝？这个问题难不住我，你操管蛋你个抱窝，有鸡有鸭也有鹅，有鸭也有鹅呀，嘚儿嗨嗨，嘚儿嗨嗨，男的少女的多。啥？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你怎么骂人呢？哎，我骂谁了？那我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窝，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你家有个饲养场对吧？对呀。种蛋归谁管？我嫂子。电器孵化又归谁管？我哥。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窝吗？这那你也不是高峰。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蒙。你才不懂呢。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水箱里种西瓜呀？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个羊羔长个大牛，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那你真是高峰。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我失望啥呀？不是因为我。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辣人心。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啊，不生气。那就上船吧。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那话还算数不？我说啥了？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哎呀，你回来！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上船吧。有门。弹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小船悠悠水中过，花开河面层层过，那层层过，采一朵水莲花，妹妹送给悄悄说，甜甜蜜蜜洒满河。
动作不美吗？啊，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对，有分寸，对，有内涵，对，有神韵，对，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就是没事儿。说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精通。稀松，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谁呀？那就是我的老妈。哼，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妈，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不要吵。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嗯，对。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咋的了？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看你像根葱。啊，你不能这么说我呀。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那我知道。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武文化、哦、明白吗？明白了。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对，练功去，练功去。站桩。跟着起什么慌，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孩子，我不要，听我跟你解释。听我不听，孩子，我就不听了。我，哎呀，你轻点嘞。你能嚷嚷吗？哎呦，妈，您这什么功啊？这叫内家功。内家功这么厉害？孩子啊，你听我跟你说，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为啥？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对，都怪妈心太软呐。你说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不愿让你练功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要做个强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不该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替我扛。练功看似简单，练成太难，我知道我不会随便勉强。我不再心太软，心太软，我要教你练功到天亮。我无怨无悔要做个强，我会让自己变得坚强。这就对了，你看还是太软不是？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好，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过来！我总开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就看您的了。我似一张弓，战似一个看城，他们
你再长点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屯为了看我土柴呢，靠山屯咋样？
真是英国味儿。我前面的英语呢？那真是唐山味儿。那都说白学了。哎，咋能白学呢？哎，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我跟你说呀，老主任，我现在要有一桩要紧的事儿，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说啥事儿啊？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啊，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把我也弄到网上去。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村？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村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我上网上去干啥呀？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啊，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啊，我就现在也没撂下呀。没意思。嗯，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啊，您跟他对打。对打？拉上来。嘿，中吧。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在咱们村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好，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斥。哎，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好，我不踹他。赵主任，哎，您请看。谁？泰森。哎呀，老主任呐，你激动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他不肝颤，我肝颤。忘了跟您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他不是让你们俩真打。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那您喜欢？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准备了，转过来。慢点，耶，看看，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你没看咱那两个人他是谁呀？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哎呀，拖拉机呀！你真会赶时髦啊。哎，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呢准备的节目。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这泰坦尼克号。对，谁？我唱。外国朋友喜欢着呢。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呀。老主任，你就听我的，你就唱。不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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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主任主任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哪还要往回啥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呀？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你说这话啥意思？不是不是，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那音乐，搬个凳。您说呀，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老主任呐，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好，孩子们，那您也，我听听。在希望的田野上，九七六年，那是一年。
好。电影院呢、啊、开片啦，客满呢、啊、演的什么片子呀、啊、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的什么呀？你摸什么？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我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过堂，啊不是那个啊，上场。38号来了，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老太太好，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好、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哎呦喂，录取了，我就谢谢您了。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麻布，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怎么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走。哎呀，这闺女真俊呢，漂亮吧？这旗袍也好。哎，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我也穿这个。你跟他们的不一样。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带老太太试衣裳。接电话。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是物价局的。什么事儿啊？让报菜价。就说我不在。我们经理说他不在，他厕所里都不会撒。喂，我不在，不，他不在，
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蔡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哎，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衣服穿好了吗？穿好了，请。我看看，我看。真漂亮，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谁？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炸！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那就更不行了。怎么着？有文件呢。不许三陪，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啊，对，人家吃着我看着啊，对，那这慈禧不错。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我啥身份呢？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什么身份？我就是那托。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哎，业务训练开始，上菜。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这是啥？宫廷御液酒，皇上喝的。对呀、啊，我能闻闻吗？请。香吧？像二锅头。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180块。这个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这是啥菜？群英荟萃，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那绿的呢？宫廷青萝卜。这红的呢？宫廷水萝卜。那这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哪儿啊？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那皇上就拿萝卜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也不尽然呢。怎么着？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你也不？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我这两天赶上减肥。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那你是想不想在我这学？想。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啊，走。嗨，好好练着。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您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黑呀，真黑呀。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您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来了，还练不练了？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
这钱赚的就更多了。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哎呦，能唱，我能唱，听听听。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品，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在家上炕上惯了？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到底会唱什么呀？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赵四方，你看一看，你尝一尝。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我能唱，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啊？这酒真是美，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就这嘴秃噜了。你应该这么唱。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80一个都不贵。过来看一看它怎么这么脆。它就是一盘大萝卜。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呦，快说呀。拿笔来啊，笔墨伺候着。好，货真价实。你这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赵四方，站上那地儿啊！哎，我站过来啊！我拿点钱啊！哎呦，这边儿！您找谁呀？您姓赵？啊，赵大娘。啊，我看您来了。哎呦，来就来吧，还给我买东西。哎，我这姑娘都来了。您俩是哪儿的呀？我是电视台的。啊，贵姓啊？姓侯。攒成了吧？导演。导演，哎，也是导演。不是导演，是导演。那都导啥呀？啊，导豆腐吧。豆腐啊，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那个呀，哎，你坐着吧，哎，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不，大娘，您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给我拍片？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38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构思？不是豆腐丝，是构思。构思。哎，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啊，不中，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我说导演，我不是导演，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理解了，那就行了。你说啥来着？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啥位置？站在您的位置上。哪是我的位置？您站好，别动就对了。不是这位置，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哎，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不是，第一件。第一件，啥都能说呀？有啥说啥。第一件就是上厕所。上厕所不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哎，您来说的是锻炼吧？锻炼，早上起来就干这。不行，您说甩手疗法不行。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哎，对，来，我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好，现在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走，叉。哎，不对，不不，停！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我就想躺那儿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看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就爱听唱歌啊。会唱吗？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走着老了差劲了。没关系，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昨夜星辰，就是昨夜星辰。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开始。昨夜里星辰，好，坠落，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头上顶着河，他咋变了？您唱错了，我说。唱平气点去了。啊，别唱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哎，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太好了。哎，我先把豆腐带走。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还挺清盛的。您别看他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想啥有啥。哎，想啥有啥。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上班那就在家想呗。不是，他这是道具呀。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我下半月咋过。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那就得借钱。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那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拍您的一天。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啥？虚构。明白了。哎，就是蒙人的。对，不，这个虚构跟蒙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哎，好，预备。走，我说往进走。导演，走进进走啊！管了，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什么事？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哎，我先迈哪条腿？您习惯迈哪条腿啊？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右腿，迈右腿中包，就是右腿，好不好？哪边是右来着？外边那条是右腿、啊，就这条啊，就这条。那我就迈这条腿、啊，您就迈右腿就行。中，哎，就迈右腿、啊，就迈它来，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不是大娘，不是，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算是。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他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哎。不是楼下那单元。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那是啊，对不对？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哎，对。您还有第三代吗？有小孙子，好着呢。平常您教育不教育？我咋不教育他呀？教育，
爹妈都疼着呢。对，不都上一个啊？都是一个。那可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的。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只要是一闹，哎，都记了。您说，我这干啥？干啥？你还嚷？闹！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哎，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哎，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哎呀妈呀！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啥有意义？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那不知道。我教给您呢。好教啊，一学就会啊。啊，您这么给他讲，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孩子听话、啊、奶奶给你讲故事。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司马光砸缸。司马缸砸缸。司马光，你嚷啥呀？还不就是司马光。哎，对对对对，我下这砸光。司马光砸缸。司马缸砸缸。司马光砸缸。司马光砸缸。司马光砸缸。司马缸砸缸。司马缸，错了错了，你错了。司马光。司马光。哎，对，往下说。光当。怎么了？光当都出来了，你就是。你说一砸那还不光当啊？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哎呀，我可犯了病了。哎呦，怎么了您？可不中了。啊、不是您慢点。我得上医院去。怎么了您？不行，上医院。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买豆腐还用叫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她什么时候到？一会儿就到。马上准备一下，快快呀快，就等着老太太。屋里头有人吗？赵老师。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呢。啊，不，我是男性。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呀、啊、闺女。男性。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系的 MTV。MTV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我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对，也有跳舞的 TV，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系的 MTV。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好、啊，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包装？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那咋包哎？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嗨。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嗨嗨。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这就是语言包装，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那怎么咱们 TV 吧、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名字也包装？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啊。这个我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郭际小斯都带个斯字，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玛丽基斯怎么样？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我叫啥事来着？玛丽基斯。玛丽基斯好吗？玛丽基斯记住了？记住了。麻辣基斯。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TV 吧。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这都是给您的。我冲一下。不要激动。哎呀，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 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好，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总监。总监呢？总监，谢谢。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签字儿？按手印也行。哎，按手印，按手印方便。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的。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中了啊。好咱 TV 吧。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出一部分。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那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好。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这别给扔了。喂，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还给我做新衣裳了？好好看一看。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怎么样？不行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再换一件。这件，嗨，这还没上袖呢。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呢？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不是不是，大熊的呀。什么？不是，总务，总统，总。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扣钱。那就传着吧。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故乡，春打六九头。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火啊。对，你就像那一把火。是这个意思。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啊。开始。六月六。错了。六月六。错了。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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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啥叫耳麦？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呀，这听不着。哎呀，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哎呀，啥呀这是？跑什么嘛？上场。嗨，这都是唱评戏的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这不搅和了？放心吧，音乐开始。我各位，这跟不上啊！这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我唱啊！我唱，唱不出来。唱不出来就说。我说啥呀？抓谱。啥叫抓谱？这个节奏就是抓谱。改出来了。慢走快点，把那个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就我春打六九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就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说好极了，这叫评戏呀、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干了。哎呀，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因为啥？我卖给你了。哼，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到我这儿。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我签的是啥？麻辣鸡丝。我不干了，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完了啊！嗨，不是天子，是无邪。公鸡动，蛋动，鸡头变。你比一走，一点不舍好。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乎的、水的灵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我这是站似一棵松，看你像根葱。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宵的事儿都能好。今天是个好日子，来打开家门迎春光。赵四方，你看一看，你尝一尝，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